博士苏醒后只维持了很短时间的活动，他释放出的黑雾隔绝了外部的监测手段，我们目前无法探明隔离舱内的情况，沟通尝试也不再有回应。到底是什么人拥有囚禁长木的力量？我能听到你们。雷比利亚，如果博士说的是真的，林烨，你们立即动身前往调查。听说十号哨站出事了。嗯，你也要掺和进来。林烨长官，见血执行者乌敏向您报道。小心，不要碰到四周的丝线。啊，这么厉害！啊，林烨小姐，救救我！你们都去死吧！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确定伊纳斯的情况，唯一可行的便只有那条海底通道了。你需要一个熟悉隧道内部地形的人做向导。我可以做你的向导，我叫伊卡洛斯，行动代号魔克。